燕子在做什么？坐山。你那里有一台车子。来宾吴彦成先生，吴彦成先生，请至柜台。吴亦婷先生啊。来宾吴信义先生。他说谁？他是说谁？吴信义先生，请问你现在在干什么？那他说，你把这个沙子用这么高，用这么多都在这里。这是一个沙丘哦。挖到一个宝物了，想说却还没说的，你要玩别的哦，六他要玩别的，那这个给你玩，好。